为什么不带骸骨？打剑魔带骸骨没用，剑魔的话，他可以很轻松把你骸骨给蹭了，知道不？没用的。好吧，我还以为我已经见惯了蠢事。行了，开始吧。我的指令就是终止你。南方就是梅雨天，现在南方就是属于一种梅雨天，天天下雨，贼他妈傻逼！我跟你说。对于皮城的问题来说，我就是解决的方法。目标已消除。啊！不是，干啥、啊？我给你挂连环，你也给我挂一个是吧？无能狂怒啊！我他妈蛮神，你给我挂连火干啥呀？表示自己的抗议，抗争一下是吧？啊，这个点火。还就那个抗议一下，技术将被控。哎呦，感觉这版本要不就，操！感觉这版本无脑不灭了呀，征服者强度感觉不太够。哎，不对，是青钢影他妈强度太低了。征服者其实很适合青钢影，但是征服者强度不太够。哎，真烦，也不是征服者强度不太够，青钢影强度不太够，青钢影强度太低了。他们的终结无可避免。等待你重新启动。感觉还是不灭吧。黑暗给光明深刻。喝个李朝天。吃！死亡。哎，没事，把他杀了，车掉了也无所谓。下个版本要光900块的话，这波就可以回家要光了。现在然后先出这个，和上把出装感觉有点像啊，不能说有点像的，和上把出装就是一模一样的。优雅永不过时。他刚刚是不是把一交了？但我们先优先资源野区哈，优先资源野区，嗯对。然后这里给个眼儿，然后这三狼抓寡妇，你好呀。手上的任务是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中路还可以再杀一个，我接纳了我的使命。
再顺手吃成杜城。这么爽的，这个就不吃了，费劲。有时候双发是一个人最上等的华服。闷热的生活，任性的跳舞，疯狂的盲目的走，阳光的守候，试探的温柔。窍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。人人有自己。遥远两端，爱挂在天空飞，风停了也无所谓。等一下吧，我先把这个号打到转一。小燕，你要打号是不？你发我呗，要打号的话你发我。干他一套，效率是成功的核心关键。回家补药光去。适者生存。南方的守候，是他的温柔。我现在不裸九多舍了吗？很少裸了。感觉情感的梳妆还真是不太好固定哈。还是太弱了，要加强一下就好了。简单说容错率不太高，裸九多的话容错率不高，裸九的话还是两件套发力。我们现在玩的就是传统情感影，知道吧？裸三项就纯纯的传统情感影，和之前的神分情感影没什么区别，传统情感影。别打我嘛，我就四个塔。我还没犯过错。哎呦哎呦，完了完了，哎呀完了，快跑！咋回事啊你们这几个。和你玩图玩还开始扩散。把饼干卖了，买个草鞋怎么样？没必要啊，没必要。饼干很有用的。饼干很有用的，不要乱卖。为主则忠，为主则淡，这便是道德。我好像错过了一步。等待子程序启动。孩子到处睡，吞完想出我的孤单，是一种我无法承担的奢侈。妈的，不行！先上战场了。暴力是了结的手段。吓死我了！慈悲的限度就到这里。如果生活还没能改变，那你已经失败了。痛苦是多么的深渊。专家的标志就是心绪。别急，你别光补没补到炮车吧，我就问你这波一 v 二帅不帅？把 1v2 拆分成两个 1v1， 然后利用自己的走位的小细节
哎，把寡妇秒了，然后这里再杀，把那个也杀了。这里我们得撤哈，兄弟们，寡妇有可能。哎，这比寡妇不记仇的吗？哎，我把他杀了，他不记仇的呀。我还以为他寡妇他复活会直接来上路抓我呢。这个人一点都不记仇的吗？不记仇的寡妇哈，有点少见，兄弟们。God like， 骗子聪明，我对你的痴迷。黑暗不相知，寡妇不会上来了吧？他不会要拿我报仇吧？坏了，寡妇好像真上来了，兄弟。来吧，战斗！哎，没找到他。我们站在这个针眼旁边回家。哦，寡妇还在下呀，那没事的。我以为寡妇来抓我了呢。和他妈空气斗智斗勇，我在和空气斗智斗勇。木鱼，你怎么牌子都不带呀、啊？你的舰长没去就算了，怎么牌子都没带上？你要上吗？我给你挂个点火。帮。哎？死亡好不被黑暗裹挟。看到了个小伙子。你们猜那寡妇在哪？我猜你在这里。OK， 他应该刚刷完啊。你在这里，没关系，我在这里。好呀，一技能先不着急交，黏着他 A 就行了。这里补一个180秒的，为啥点我？结果意味着一切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赶紧赶紧要队友夸夸。他们用我来发现问题，然后一举打赢。回家吧，没必要继续猜了。可以猜，但没必要。回家吧，我们硬猜的话，对面的人就基本上要到位了。到位的话，我们就要跟他们打。跟他们打的话，我们蓝太少了，只有一丢丢蓝，一丢丢蓝跟他们打不是特别理想。一丢丢蓝的话，没必要跟他们打。我要你在哪里？主播主打就是一个稳健，就一世不死。哎，上把一次没死，这把也一次没死，哎呦，这有点没意思呀，兄弟们，主播怎么玩两把一次都没死过呀？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。主播为什么玩两把一次都没死过呀？这要以后和表弟表哥抢电脑，两个人一人玩一条命，我可以玩一天。会导致他们的覆灭，刀越快。我也越快，主播该打中师局了，我要打舰长号，舰长号应该没有中师局的，舰长号应该都是钻石、铂金、翡翠吧，这个是钻石的，打回舰长号哈，干他！挂上点火，飞一般的感觉，然后这里直接针眼插过去。他们寡妇来的话，我们第一时间能看得到。
我已经足够勇气明白事实了。就带呗，你借个中上号没必要啊，你借中上号干啥？被天使爆杀那真的是第一把，知道吧？太忍了，太忍了，第一把。来人喽！控制控制第一滴消，知道什么叫顶级清干玩家的控制抵消吗？这波完美勾引，对方全部都上头了。一脚，还是那个完完美美的控制抵消。然后 EW 早上就秒掉。他在干啥？帮帮帮帮！哎，这边点了，不点的话，一个阿尊 Q 他也死了。